维修老芯片打磨比打压 X6， 采用实心钢材机身，增加产品配重，握持更稳定舒适。三档变速调节可应用不同程度的打磨需求，电机同心度高，而且噪音更小。 Type-C 充电接口可为打磨比充电，开机续航可达1小时以上，配备9支金刚砂磨头，应用不同的维修场景。我们实操演示一下，先用三档进行粗磨。若觉得三档力度太大，可调回2档打磨。调到1档，进行细磨操作，避免力度太大，造成损坏。也适用打孔飞线操作。前摄像头模组打磨，阀牙螺丝切割。